想不想当妈？这是作甚？办公室性骚扰吗？我好朋友研发了一个智能育儿机器人，可以模拟当家长哦。我想，我从小都想当妈妈。那你们按学龄分一下，正好给他这个机器人跑跑程序。好耶，我一定是一个慈母。多拜眼儿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 User， 你可以叫我小 U。 好的，小 U， 你现在呢是一个即将入校的学生，那你希望我拥有什么样的品格呢？我希望你乐观开朗，多交朋友，健康快乐的成长。好的，我会的。教小孩还挺容易的嘛。妈妈妈，今天老师在班上批评了我，但是我没有做错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给老师道个歉，说下次不会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学校兴趣班街舞老师问我是否要报名。跳舞多好啊，热情自信，还能认识很多好朋友。可是我并不喜欢跳舞，我喜欢书法。妈妈还会骗你吗？小时候学跳舞呀简单，将来你会谢谢妈妈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啊肥姐，这教小孩难吗？很简单，他们现在就是一张白纸，你怎么画都行。唉，我也想学街舞，可是呀，我中国舞的底子太好，根本动不了。那是你想学呀，还是孩子想学呀？万一孩子不乐意怎么办啊？小孩哪知道什么好坏呀，需要我们大人给他做决定。也是啊。哎呦，那我得赶快准备一下高中阶段了，我得当个好家长。妈妈妈，孩子怎么了？班上一个女生约我周末一起去图书馆，我能去吗？妈呀，这是早恋了。你还是个学生，你脑子里面不许想这些。我现在正处于青春期，对异性的爱慕在社会学中属于正常现象。我现在接受的性教育是零，是否趁现在做性教育？那个，你长大你自然就懂了。你现在把心思收一收，你要好好学习。好的，妈妈，学校有街舞大赛，同学们都推荐我去，我能去吗？我们不去啊！你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搞这些乱七八糟，对学习成绩提升有用吗？明白了，妈妈。好朋友放学约我吃小吃，我能去吗？不去啊，你跟他们说你要早点回家写作业。系统提示，人际交往与成长的必修课，但不是你现在的必修课。在上一个阶段我接受的教育是让我多交朋友。是呀，那是你小时候，你现在马上要高考了，你任务不一样。妈妈跟你说句过来人的话，你现在的朋友将来可能都不会联系了，但是你上了大学之后的朋友，因为和你的水平相当，交这样的朋友你才有益处。好的，系统处理中。青春期的小孩真难教，你说他一句八句话顶着你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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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话。我最近每天晚上学校一点钟，周末还让我补课，我觉得我的情绪快要崩溃了。你们这辈的孩子就是被惯的，哪那么容易就崩溃了？坚持一下，谁不是这么过来的？系统提示，过强的压力导致我的心理健康出现了些问题。我供你吃，我供你穿，我挣点钱全给你花了，你现在心里还出现问题了，我心里的问题谁管呀？忍着。系统强制修改成功，我的性格由乐观开朗转变为了内向敏感。没事，你读大学的时候再转过来，你现在这个性格很适合学习。说话啊。哦，你们前期是怎么教育的？怎么忍？他现在后每天独来独往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大学社团还不参加。他以前挺开朗的呀。什么啊，现在吼老气横秋，一点朝气都没有呢，怪他去。老妈。怎么啊？这个假期导员临时让我去帮忙，爷爷过生日我就不回来了。你就说家里有事啊。系统无法执行，我前期接受的教育是服从。你要学会变通啊，要根据具体的情况。我似乎没有受到过这类的教育。那你就听我的，把之前都删掉，进社会怎么可能不变通呢？系统正在处理，处理完成。学校社团你要参加一下哦。他们的季姐在学校成绩并不算好，我和他们交朋友没有太多的收益。那你现在如果有喜欢的女生，你可以接触看看哦。我没有正确的两性知识，目前云学习的内容大部分为日本国际工，且均有马赛克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哦？之前在教什么啊？我前期教育关键词是教条、安分守己、服从、功利。不可以，你现在后你马上给我学习自信、独立思考、左右逢源、有创造力。我可能做不到。你做不到，进入社会你要吃亏的。我是为你好。检测到2821条我是为你好的相关教育，请问执行哪条呢？变通啊，你要学会变通。哎，系统瘫痪。等一下再瘫痪。喂，他好像坏了呢，这产品质量也太次了。小优，哎，他全名是什么啊？他叫 user， 啥意思呀？我查查。user 的意思是用户。这种级别的账户没有修改系统
设置和安装程序的权限，一般用来指普通用。